好，我回来了，大概搞懂了一点点。然后就是这边隔一隔之后，这边放一个方块，然后上面是要一个天花板的。先不盖，因为我还要过来。然后这边一个按钮，这个是要放后面这里要，哪一层啊？完了，忘记了。这一格，然后下面要有一个红石，然后一个活塞上面有一个石头，然后这样子，欸不对，要再高一格，这里一个红石，然后粘性活塞在这里，这边一个石头，然后这边弄起来，然后这边要一个红石中继器，这个方向这样子，对，好了了，这边要填起来，这边它是比它高一格的吧，是这样吗？完了，功课做得不够好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刚没有看清楚，看影片学的不够好。等一下，我按到奇怪的东西了。再来，这边是两个红石中继器，哇，不够哎。这个方向，然后都要调到最大，这样子 ，L 型。然后这边好像要再盖起来吗？啊，还要一个粘性活塞，啊，要一个粘性活塞，再一个粘性活塞。嗯，为什么我有南瓜种子？啊，我把那个踩破了。算了，放一层，然后这边是一层。我红石好难搞懂哦，这样子，再一个 L 型。然后就是比较简单的部分了吧，完了我又忘记了 ，shit， 没有五星啊，哦，好，我可以根据我的画画来比了，好，然后就是这边要读起来，然后这边就要多少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七，然后一二三，我 seriously I used up all of the， 四六，然后这边的红石中继器又不够了，一。不够了，超级不够，我应该要先算好的，好不专业哦。没关系，我反正就是业余的，都快被自己摔死了。好，他说我这边中，所以我目前这边盖的是对的。这边要再放一个红石，然后我要吃一点东西。这边。放一个红石，让它下来之后，这边都要调到最大。哦、我脚麻痹了，等一下。对，这边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到这一格。像是这个图，这个一格，然后这边水是这个是放水的，要一个降
子的，放错，一个这样子的楼型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要放红石，然后这一个挖掉，这一个是要那个什么。我的活塞呢？掉到下面去了。Oh no！ 烦呢、欸，掉到哪里下面了？我的活塞，我的活塞不见了。我的活塞怎么不见了？我刚拿在手上的那一颗嘞，掉了，掉了吗？我的活塞不见了，活塞真的不见了，可恶嘞，里面没有啊，好吧，那只好再做一个，我的铁，我的红石，真的没有哎，好。什么？好，这样子嘛，然后都是开到最大的吧，这样子绕回来，然后最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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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一个要放一个这样子，然后放一个这个，它就会嘟嘟这样弄出来，它一下。在这里哦，浪费啊！这样子好像就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可以那个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对，照理来说应该就是像这样子，那边是。我的牛牛牧场为什么变史莱姆牧场啊？然后这边要封起来，要一个这边要一个天花板，这样它才不会跑出来。然后这一个要两个铁栅栏，给他这样子，他就会卡在这边，然后我就这样打他就好。然后这一边是要放火的，就是熔岩桶，这一边要放水，这样子。然后等我拉起来之后，他们就噗噗噗噗跑上来，我就把它关起来，然后按一个按钮，然后就收回去。对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熔岩跟水都还在，对，就像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耶，没错，然后我这边就可以做一个楼梯，嘟嘟嘟嘟嘟就上来，是这里吗？为什么要回吧？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美化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先用这个水的部分。等一下，烦呢、欸，你们烦呢、欸？你以为盖这些不用花我的？飞到哪里去了？呀，走开呀！很烦呢、欸。为什么已经开始在生了？下去，下去，啊！走开啦！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太快！掉下去了，很好。然后我们继续再把这边盖一盖。啊！等一下。
没关系，我已经快完成了，我已经快完成了，就再也不会被毒蜘蛛欺负了。我看一下，我要是哪里还没弄啊？嗯，来，然后蜘蛛这边伸出来就补补补，好，这边我一个，哎，不是。围一个这样子好了，万一掉下来，这边也都换成石头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把下面用一用就可以了，这样子，那就集中到这里去。然后我之后就是要把这边的打掉，哎，还是只能自己下来了。这边再多用掉，哎咻！哦，已经出生了，已经出生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不行，流过去，流过去，不要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我应该要先，可是，这很烦哎、欸。地下，地下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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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顺着水流下去。然后这里，这里。跟上面，上面很好，然后还有这一个的，跟这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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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，为什么火把拿不掉？有了，打掉了，打掉了，为什么这边那么亮啊？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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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我是不会跟你们在那边这样子的。让我走，等一下，哎哎哎哎，哦，完了完了，出来了出来了，聪明的家伙出来了。等一下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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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一下为什么不够暗。有了吧，很暗了吧，为什么那边是亮的？总之应该是可以的了吧。跳这一个，这边超暗的，可是嗯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那一格，好，好多哦。怎样子才可以把那一格用掉？好烦哦！只能我自己下去了吗？好吧。啊，冲啊冲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从这个出口出去，然后再把它补起来。从这个足够，这个足够，这个。猪狗，我弄不过去，过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啊！竟然砸了我啊！出来了，然后再赶快把这边堵起来。哦，要修啊！可以的，要成功了，要成功了！不要灰心，要成功了！再把那一只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！哎。哎，我堵起来了。好，那个洞堵起来之后，我再把天花板的也堵起来，就不会亮亮的了。我就可以有很多丝线，很多蜘蛛丝就可以做羊毛了。这样子，里面应该不会亮了吧？嗯，刚是怎么过来的？
好，我们来实验看看了。实验的时候到了，里面应该很多蜘蛛了，对吧？哦，超多的。这个好像应该也要用玻璃哦，才看得到下面。好，这边用玻璃。有够恶心的啦！这样子，好，我们来试看看喽，来试看看喽，这样子，嘟起来，太靠近了，太靠近了，平台要做更大。那一只为什么没有被推上去啊？好，上去了之后。按这个按钮就会烧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应该只要打一下就可以。我们用拳头，这样子，再试一次，平台做大一点，远一点，这样就不会被咬到。哎，送上来，关起来，按按钮。好像蛮不错的，成功了，至少可以更加安全的来杀蜘蛛了，我就可以有很多的线了，线跟这个，你看刚刚那样一下就有31个这么多了耶，耶，太棒了。然后为了纪念我们这一个圣怪塔做好了，我们来帮杨妹做一个坟墓好了。在他死去的地方，好，我们来做属于杨妹的墓碑。哎，我还没放东西，我忘记了。放上杨妹的，为他点一根火把。眼睛跟血翼这样子，还有一些可以刻的零食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杨妹的墓地。然后好像应该写一个什么“杨妹长眠于此”之类的话语。好，再弄一个，然后就可以结束这一集了。杨梅梅梅几声啊？杨梅是几声啊？梅不是二声，梅杨一声三声。我都怎么打出来的啊？诶？羊？不是轻声，也不是。咩啊 ，mea 咩啊咩，我一直打 a 而已，羊咩，就这样好了。好，深爱的羊咩长眠于此。我们有了比较完善的，还有算高科技的，对我来说，研究了为什么有僵尸的手手啊？好啦，那么我们这一集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是天使幽灵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